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的中国在台湾海峡实施的最新巡航执法行动。中国福建海事局及东海救助局联合出动多艘海巡船与救援船，执行超过三十小时的巡航任务，声称目的是维护海上交通秩序和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然而，这项行动却引发了国际关注和争议。学者指出，这可能是中国意图扩大对台湾海峡管辖权的举动。 台湾方面则表示，全程监控中国船只动态，并持续维,维护海洋权益和渔民安全。这场巡航执法究竟会对两岸和国际局势产生何种影响？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风云诡谲的台湾海峡，中国大陆再度推出了一项引人瞩目的行动。央视新闻高调宣布，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联合在八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实施了名为“二零二四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的”的举措。 这次行动动用了两艘海巡船和一艘救援船，执行了长达三十点五小时的巡航任务，主要目的是巡查台海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并点验过往船舶等。这样的行动无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台湾海峡作为中国沿海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船舶种类多、流量大，加之气象海况复杂多变，航路多点交叉，险情事故多发一发。 央视特别指出，随着八月十六日东南沿海渔业船舶,舶休渔期结束，大量渔船开始进入台湾海峡进行生产作业，商船与渔船碰撞事故的风险也因此大幅增加。于是，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迅速联手，展开了这次巡航执法行动。海巡零六、海巡零八零二、东海救一百一十五三艘公务船艇组成的巡航编队，肩负着重要的保障任务，历时三十点五小时，巡航总里程四百一十三海里。 央视报道，这项行动不仅是为了查处各类海上交通违法违章行为，还旨在维护通航秩序，确保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作业的船舶、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船队还对海上应急搜救预案进行了现场检验、巡查、巡检，台湾海峡内的驻航设备，核查船舶标识码信息，测试陆海通讯传输能力，以维护水上无线电通讯秩序。不仅是央视，中央社也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详细报道。 资深记者谢仪璇指出，中国大陆在金门快艇案之后宣布在金门附近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此次行动显然是这一系列举措的延续。金门快艇案中，一艘台湾快艇在金门附近海域被中国大陆海警拦截并扣押，引发了两岸关系的紧张。专家分析，这次巡航执法不仅是为了维护海上安全，更是在国际上宣示中国对台海地区的管辖权。通过将台湾浅滩列入巡逻范围，北京试图扩大其在台海的影响力，消除台湾海峡管辖权的空白。 学者认为，这种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际关注和争议。尽管台海中线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但作为一种默契，两岸都有所遵守。然而，中国大陆这次行动可能会打破这一默契，导致台海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台海局势的升温不仅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也对国际航运自由和安全的构成威胁。星洲网综合报道指出，这次巡航行动不仅是对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对未来类似行动的一次有益探索。 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通过此次行动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今后更好的保障台湾海峡的航行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为这次行动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台湾方面并不坐视不理。《世界日报》报道，台湾海巡署回应称，本次行动期间，中国的海巡零六、海巡零八零二和东海就一百一十五层短暂越过海峡中线三点二里，随后立即往中国方向航行，未曾进入台湾近限制水域内。 台湾海巡署联合友军全程监控了这三艘中国公务船的动态，并密切掌握周边海域目标，妥善部署相关勤务，坚定执法立场，捍卫海洋权益，保障渔民作业安全。不仅如此，中国大陆的此类巡航执法行动也引发了更多的国际关注和争议。台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航运的重要通道，许多国家的船只都会经过这一地区。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一地区加强执法，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航运的自由和安全。 美国、日本等国家可能会对此表示关切，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次长达三十点五小时的巡航执法行动中，中国大陆展示了其在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方面的强大能力。通过巡查台湾海峡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等措施，中国试图在台海地区进一步宣示其主权和管辖权。然而，这种行动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国际关注和争议，导致台海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 未来如何在这一地区维护和平与稳定，将是两岸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大陆的巡航执法行动，既是对金门快艇案的回应，也是其在台海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一部分。这一行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际关注和争议，导致台海局势更加复杂和紧张。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大陆将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争议。两岸如何共同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阐述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巡航执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台湾海峡是中国沿海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船舶种类多，流量大，气象海况复杂多变。 就像早在清朝康熙年间，郑成功为了维护海上安全，也曾在海峡设立巡逻船队。这次巡航执法主要是为了确保商船与渔船的安全，减少碰撞事故，保障海上交通的顺畅。你们知道吗？二零一九年全球三大海峡中，台湾海峡的货运量高达七亿吨，如此繁忙的航道，怎么能不加强管理呢？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我要反驳楚天舒的观点。中国在台湾海峡巡航执法，其实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其在台海的影响力。就像《西游记》里的牛魔王，他表面上装的和气生财，但实际上是为了占领花果山。同样，中国的巡航执法行动看似温和，实际暗藏大国政治图谋。 这不仅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也会让台湾渔民和国际航运公司感到不安。你知道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任何单方面的执法行动都是对国际规则的挑战。谢琪琪啊，你这个比喻真是猴子扛大旗，不自量力。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 台湾海峡在二零一八年发生了一百四十二起航运事故，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面对这样的数字，怎么能不加强巡航管理？中国的巡航执法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更是为了全球航运的安全。你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面也提到沿岸国家有权维护其紧邻海域的安全，而且。 中国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了对台湾海峡的主权。所以，这次巡航执法完全合法合理，是为世界航运的安全保驾护航。楚天说：“你的话听起来好像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的巡航执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紧张局势。” 根据台湾渔业局的数据，2022年台湾渔民因中国巡航执法而遭遇的干扰事件增加了30%，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计，还增加了两岸的摩擦和冲突。你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那是单方面的法律，国际社会认不认可？这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他自以为是的行为，最后只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国际规则和双边协议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单方面的执法行动。谢琪琪，你的观点简直是纸上谈兵。你提到台湾渔民的干扰事件，但没提到这些事件中有多少是因为他们违规操作。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他干掉恶霸是为了维护地方安宁。中国的巡航执法也是为了维护海上秩序。 根据二零一九年国际海事组织的报告，全世界每年有超过五千艘商船穿越台湾海峡，这些船只的安全如何保障？难道只靠台湾自己就能解决？而且中国的巡航执法还包括应急救援能力的提升，这对任何遇险船只都是一大保障。试问，有哪国船只希望在台湾海峡遇险时没有救援？ 楚天说，你的说辞真是强词夺理。中国的巡航执法并没有带来什么安全，反而是一手糖一手棒，以安全为明星霸权之实。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巡航执法船只多次越过海峡中线，这显然是对国际社会的挑衅。你提到应急救援，但这只是个遮羞布。 真正需要的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合作。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他靠的是智慧和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中国如果真心想要台海安全，应该多进行多边合作，而不是单方面的巡航执法。 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一百四十五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使您能够掌握多达一百四十五种语言和方言，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 AI 声音，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使用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高效沟通。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对于教育机构，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立即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https。HT 六度 World TTS，立即登录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o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